场帮大家示范一下正确的呢刮胡子的步骤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有刮胡泡，不能够偷懒哦，因为这样可以呢让我们的胡渣呢可以软化。平常应该要用更多，但它只有一点点小杂毛，所以这样就够了。好，把它抹在双手上面，好，就像抹慕斯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操作一下了。哇，你们现在心中小鹿乱撞啊！本来心跳呢，一分钟只有跳96下，现在大概已经直接跳一小，哇哦，左右24度，而且是世界第一支，可以没错，所以你不用怕，好不好？摇摆刮胡刀，好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可隆街帮大家的进行示范哦。一般的我们的传统刮胡刀所不能摆动，无法顺着脸部轮廓起伏达到完全服帖，所以呢会残留一些呢我们的刮胡的死角，漏掉关键那一根啊。但是呢，你看到我们的浮动立体刀头，哇，完整的贴合的我们的肌肤，哎，可以呢自动呢来感应到你脸部的轮廓，不用担心被刮伤哦。而且左右摆动呢，24度前后摆动40度，全方位的提升脸部的接触面积。刚才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